他们是谁呢？请看大屏幕。他们是散发光芒、无可比拟的舞台王者，也是光速成长、极具实力的超能少年。出道以来，他们的歌曲不仅获奖无数，更引发了全民传唱。2017新专辑《我们的时光》一经发行就受到业内外的一致好评。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人们看到了他们对音乐的纯真、喜爱和坚持。全面发展，不忘初心，他们是2017放肆一下移动视频风云盛典年度影响力偶像组合 TFBOYS 组合。恭喜 TFBOYS 上台领奖，当然我们现场的粉丝可以喊起来了，放肆吧，尖叫吧，恭喜。还有请凯莉姐和王总为他们颁奖。来合影留念一下。你这位置站得非常好，非常正，谢谢谢谢谢谢。那三位留步一下，我们听听他们的得奖感言好不好？好，安静一下。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安静一下，听听他们说什么，好不好，各位？要不就先喊一下，三二一，喊！三二一，收！好，小凯先来啊。Hello， 大家，我们是 TFBOYS。其实非常感谢，首先非常感谢一下科技能够带给我们年度影响力偶像组合这样一个荣誉。那我们也会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努力。然后继续做出更好的音乐，然后给大家也可以希望和一下科技能够越来越好。对，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站上这个舞台，非常感谢一下科技颁给我们这个奖。那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可以越来越好，跟一下科技有越来越多的合作，那也可以有更多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谢谢。首先感谢一下科技，然后感谢在现场支持我们的大家们，然后我们会继续出更好的作品，然后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再次恭喜三小只，谢谢，恭喜恭喜，谢谢。待会儿他们还会带来精彩的表演，是的是的，期待一下，准备一下，好吧，谢谢。虽然我们还是习惯叫他们三小只哦，但其实三位已经是俊朗的少年了。对啊，